你这是万能钥匙？想什么呢？正经钥匙。钥匙还分正经不正经？就算是孟小山她老公的地方，但咱也不能随便进吧。秦风给我的钥匙。 他先趁着我休假，让我来帮他检查一下这边的监控设备，才有了这个。早说呀！你当时坐哪儿还记得吗？床边，你拐进来，看见海劲风，下车和他们说的话，果然能看到我过来。 挺舒服。那天你为什么装着不认识我？那天人多，怕大家起疑惑。你说我们闹过几次分手？ 没闹过，不可能。我记得的都有好多次。闹是要两个人对着吵，除了最后一次，每一次都是你单方面的宣布把我给甩了，所以不叫闹分手。好吧，吵架，单方面吵架。我想起来了，第一次是拍毕业合照那天，你们班同学起哄你。 说你同桌暗恋你，什么叫正常啊？干什么呢？谈恋爱果然台球厅谈来了，还敲门。你们老板给的我钥匙，哟，还真是一样的。你谁呀？陆晨，你是陆家那个排爆专家啊？特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拆弹的。你大半夜来这儿，有情况啊？ 你们老板让我来检查一下这边的监控系统，说有死角拍不到，让我来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。